这回呢，非常感谢咱靠后乡亲哦，这么大力的支持，因为靠后人有一个真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改变，咱这边会当改变成功，这是所有靠后乡亲的努力，甲靠后人的福气，也真感谢，也真感谢我的竞选团队，以及民进党的党工职，啊，还有民进党分管总部，以及民进党中央。啊，搁有阮前头两个馆长苏志芬馆长，以及李金龙馆长，大家安尼吼，这么拍拼，这么努力，啊，真无简单。靠湖会当咱扫除乌金，扫除歹个巴市，将来靠湖乡一定会影响一个足好个未来。啊，我希望讲，若当选，咱这边当选了后，将来一定靠湖乡来提出较好个政策。啊，嘛希望咱个县政府。苏志芬两位，还佫有中央，会当甲咱靠后乡带来，甲咱支持，为靠后乡好好啊拍拼一下安尼。谢谢大家，感谢。社会大前的原因。那主委，你对这一次的选举结果，你有什么感想或是看法？这一次那个乡长哦，补选哦，啊，这是对靠后的一种上好的机会，上好的改变啊。哦啊嘛，终结咱婚姻人过去常伊讲讲乌金政治、派下政治，终结乌金、终结派下，诶一个上好改变的机会啦。后来，因为即摆是咱民主进步党啊，所有对中央党部甲地方党部咱的所有党工职，大家有一个整体。非常提醒一个团结，大家共同一致吼，所有的力量来靠湖，支持咱征召的林卓林议员啦。啊，即马算爱称呼做乡长啦吼。啊，咱的乡长人选啦吼，嘛非常好，啊，伊的能力嘛非常好，啊，为了要改变咱靠湖未来的发展，要改变咱靠湖未来，吼，咱这靠湖的乡亲时代。过着较好的日子，所以咱靠后乡亲时代，大家伫今日开始就终结乌金，终结歹的，这是上好的开始。靠后乡亲，迎向未来。